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你，爱我。数一二三啊！你啊！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你。我喺教會做啲我其實喺幾部分啦。第一喺即係天榮村一個長者教會啦。咁而家喺總會嗰度咧，咁啊其實都係負責學院啦、信學院嘅教導啦。我喺教會嘅崗位啊，主要都係幫助彭牧師啦嚇，佢喺學院裏面嗰啲課程啊，個文書處理啊，都係我係幫手啦嚇。咁語音堂咧開始即係十個開始啦，我哋喺以往喺觀塘、烏里旺角咁啊，一路去到上水個發展，咁啊人數不斷去增加。咁其實咧就睇到係神嘅帶領啦，都係神一個好嘅安排。俾我哋喺嚟到呢個北區裏面咧，可以重新開始一個接觸北區一啲嘅居民啦，將福音帶俾呢個北區居民。所以喺整個人數發展當中咧，睇到神都係好感恩，就神不斷去將人帶嚟當中。亦都好多睇到而家睇到好多弟兄姊妹啦，亦都係開始係好一路去成長啦，喺呢間教會成長。去不斷去可以不但成長，亦都係有個服侍。佢哋好多嘅弟兄姊妹都係可以被訓練出嚟去參與唔同嘅服侍啦。翻喺喺恩堂廿五年裏面嘅最感恩嘅事啦。而家睇到好多弟兄姊妹一路嘅成長啦，一路去尋求神啦嘅對咗神嗰個帶領啦，好感恩即係新一代開始去出現，開始去可以接力，可以令到呢、這個耳恩堂可以繼續喺整個北區去繼續去彰顯神嘅國，所以其實一個好感恩嘅事。我覺得神去供應我哋一切嘅需要啦嚇，亦都見到教會一路嘅即係。由很缺乏啦，變成咧，上帝係不斷係供應教會一切嘅需要。你會年紀大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退後邊噶啦，由新一批人可以繼續去接手，繼續去喺神嗰個帶領當中去服侍。咁我都盼望就係神嘅心意、神嘅國能夠喺呢個北區一路去擴展，無論去到一路發展落去，以神嗰個旨意成就啦。大家好，我是基督教顯恩堂的曾漢平牧師，也是教會的創會牧師和同工。我是基督教顯恩堂的師母。教會在1992年的時候，我們搬入來上水的時候，當時神給我們一個意象，說將來我們教會他們帶著很多弟兄姊妹去到全世界那裡宣教。2010年呢，咁啊，呢件嘅計劃咧，呢、這個嘅意象咧就成就咗。咁當年咧就係帶住14個弟兄姊妹咧，就去咗台灣，係教會第一次正式嘅宣教。但係2010年咧就係整個教會性嘅，咁有14個弟兄姊妹咧，我哋去台灣咧，成個台灣走咗個圈。跟住咧，1213、1214咧就去咗尼泊爾啦，1516咧就係亦都係中國大陸嘅短宣啦。2017年咧，我哋啱啱完咗斯里蘭卡嘅宣教，因為宣教對其他教會嚟講咧，可能只係一個 program， 但係對我哋教會嚟講咧，呢個係證實神嗰個嘅信實，神咧係為永遠冇改變嘅神。喺讚美嘅寶座嗰度，咁所以咧喺嗰度咧，我哋經歷咗神嘅同在啦，咁亦都喺嗰度咧領受咗異象咧，就話我哋翻到嚟咧，我哋要建立一間咧係
讚美敬拜的教會咯。教會由初初搬入嚟上水都不足十人咧，去到而家咁樣咧都有100人到啦。咁啊唔計細路仔，咁啊喺整個過程裏邊咧都係睇到神嘅恩典啊！由冇咧變為有，缺乏資源啊，一切都冇。咁啊，但係見到神嗰個嘅供應，神嗰個信實。咁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乜都冇嘅，可以講咧，我哋連凳啊、琴啊，乜嘢都冇。所以其實係一個神蹟嚟嘅，即係神咧係一個信實嘅神啦。我哋開始咧去恩賜運用啦，我哋開始咧學習去聆聽神嘅聲音啦。咁仲有就係、大家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唔單止識得敬拜啦，佢哋識得彼此相愛啦，同埋我哋識得發揮佢自己嘅恩賜。咁呢一個咧係我覺得喺佢哋嘅生命嘅裏邊成長咧，係一個好感恩嘅事。教會唔再係單單幾個同工咧嚟到服侍，而係整個教會一個身體，整個教會咧一個合一喺愛裏邊嘅合一，整個團隊、成個羣體嘅服侍，整個教會一齊動員咧。这个是一件很感恩的事，并且神将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放在教会那里，这个是很难得很难得。我相信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会揭开新的一页。我12岁已经回这间教会了，真的是由小开始在这间教会一路大咯，最感恩嘅就係喺好多弟兄姊妹，到今天我哋都係仲喺埋一齊，一齊行。我諗我哋最重要嘅係去大家可以一齊咧，去領略到上帝嘅意象，可以領略到父神嘅心意。所以透過分享啦，透過其他弟兄姊妹嘅領略啦，我哋一齊嘅祈禱同成長啦，我哋捉到一個意象。我哋就可以咧去好團結咁樣咧去完成上帝嘅大使命，直到耶穌翻嚟。30歲嘅獻恩堂會講係未來嘅時間以神為中心，係神就係我哋嘅喺我哋嘅中心，一個嘅教會係帶住愛，帶住憐憫，將呢個救恩，將呢個光咧去傳揚喺呢個社區裏邊。其實有陣時敬拜嗰陣時候，感覺到神嘅同在。最有特色咪讚美敬拜咯，唱詩歌咯。我覺得我都係俾呢樣嘢吸引住。細細又細細個翻嚟嘅時候，咁我都好，因為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唱歌，所以我好中意同佢哋一齊去唱歌讚美住。係啦。係啦，關於嗰啲嘅教導啦，講翻摩西五經，哇！跟住我嗰時睇係好震撼，到而家我仍然好震撼。我估到一啲以前關於獻祭嘅記錄，其實係同我哋極到而家今時今日嚟敬拜好有關係。吃喝玩樂，時間地點，正常係逢星期每個月嘅最後一個星期五。夜晚7點在教會，這個小組其實是對我在聖經的認識上面有很大衝擊的，因為除了是研究聖經所寫之外，我們要有組員會再主動去找其他的資料去印證或者去補充聖經裡面所欠缺的東西。欠缺或者因為它有些可能有些當時他們嘅風土習俗係冇寫出嚟嘅，咁但係佢哋會揾翻出嚟，會同我哋分享翻，咁所以我哋覺得成個架，即係嗰個 picture 就會完整好多。咁咧呢一個獻恩堂咧就已經搬咗嚟上文山大咧，已經25年啦。咁其實25年裏邊我哋最感恩嘅咧，我講咗先啦。咁我覺得我最感恩嘅係因為由細到大真係喺獻恩堂度成長，即係雖然中途咧係有啲時間即係有一兩年啦，就冇喺獻恩堂，即係翻少咗教會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度最吸引我繼續喺度嘅咧，就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特別的東西是令我感覺有家的感覺咯。即系咧，虽然教会咧就唔好大，即系细细地，但系咧感觉上咧同好多弟兄姊妹感觉都好亲近嘅。恭喜！